塞，真是太神奇了啦，杰克，我们居然可以把 PS4 抱着到处玩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科技可以如此神奇呢？没错，就是今天呢，要来为各位玩家介绍这款 PlayBook 4 啦。这台神器呢，虽然有三倍纸轨，但是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可以带着它到处去郊游，还可以坐在星巴克打一整个下午的邪灵入侵哦，听起来超有 feel， 赶快一起来看一看吧。由国外一名自学工程师 ED Zerik 所打造的次世代主机携带版，让笨重且一定得放在电视萤幕前的 PS4、Xbox One 能带出家门啦。设计者以笔记型电脑的概念，将主机拆解后放入新壳 PlayBook 4之中。这个新壳则是以22寸大、1080p 的萤幕作为基础设计，不仅该有的功能一项也没少，更成功将家用主机抽离电视机前，让重度玩家们即使外出旅行也能继续宅，实在是太完美啦。PlayBook 4预计售价$1400，将其原本主机三倍的造价，可是一点都不便宜。另外也提供白色、蓝色和黑色三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想要购买的玩家们不妨上 Twitter 询问咯。